因为他不回答你，他只吃。那脖子好长啊。对。你俩能不能走一块儿？我这个手机装不下你俩了。哎呀，这个过来了。过来了，哎妈，他不会不会咬我们？他不会，他觉得我们有吃的。如果你要干啥？哎呀，他要凶我们。他可真是不怕人呢。他说这边有人有肉吃。你要摸一下可以不？你别让他咬到你了。哎呀，你看他对你凶。算了，我不摸了。他们可真悠闲。妈呀，你看他吃草那个声音，拔草的那个声音。对，你看他们洁白的羽毛。